洲人来，想不到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北美领导人，你们做最好的榜样？想不到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副总裁先帝是不是讲，我们北美的市场由于超凡团队去年创造了一个骄人的业绩，对不对？对。人的业绩成长65%，白金75%，你们太了不起了！给自己一个欢呼声好不好？决定明年是不是还是成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一二三，来！哦、太好了。我来自台湾，在还没做案例之前，我从事了七年财经记者的工作。刚才听大哥讲得非常好，我也其实很纳闷，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么努力，可是为什么想实现理想梦想这么难？后来回到来自环境当中，听到老师讲，传统行业为什么很辛苦？为什么？就像老师讲，十年打工还是工，十年生意什么风雨中，十年当官什么一场空。为什么？就好像最近国内我一个朋友讲一个笑话给我听，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常常招小偷，那你知道吗？招小偷有一个老师，就是他们这一家这一户没有被偷，所以他要出一门，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。在桌上那边写了一张条子，附上100块人民币。他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：“小偷先生辛苦了，我是一个穷教员，没有什么钱，但是因为你来了，所以这100块是给你车马费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邻居是铁道部的部长，他贪了很多钱，所以你去偷他的，他不会报警。